哎，你们好，快跑，不能聚集，快跑！大家好，你们猜我是谁？跟家人待在一块儿，然后看看电影啊，看看书啊，偶尔运动运动啊，做做饭啊。啊，我最近在研究一个那个臭豆腐炒臭鳜鱼。篮球最开始喜欢的就是乔丹，音乐影视类的，那刘德华、天若有情啊，无间道啊，那歌就别说了，是吧？四叶草，那个请跟我联络都非常的好。过段时间要拍广告了，然后呢也在准备着进组的事情，马上就要开始录制了，所以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我随着呢也带了这个酒精免洗的洗手，还是要注意健康，注意安全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5月4日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黄金时间，我在这里等你。